来了。 回家，我的鸭舌也吃完了，拿下。 就纳了个闷儿了，你说这鸭舌一个鸭子一个舌头，这么多鸭舌，这得多少只鸭子？鸭子够养的吗？那鸭子，这每一天得死多少只鸭子？不禁我为鸭子而感叹。先升个三啊，这波不太好打。 没有三级打不死他，哎，挺好。先 Q 一下，他马上死，来，来，一W，平 A， 平 A 接 Q， 下波要他命，嗯，下波要他命。 一过来，别着急，撕饼干 ，A 接 Q， 再接平 A。得，下路又爆了，不过没关系，啊，我就希望你们给我制造点难度。 回家了，算了，吃个车吧。这波积木有点盐，不好杀呀。我们的血量太低了，这一W溜 ，A 接 Q， 吃药，再点，哎，好点盐，他点盐应该是刚好，他的点盐比我的点盐稍微好个几秒钟。这波杀的真是漂亮。 为了防止这个积木啊，它是主 Q 的，我们回家直接一双水银之靴。我就来个木印试一试啊！哎呀，太脆了，木印。 咋办呢？对面 AP 伤害有点高，对面五个 AP， 我来影魔刀吧。这么的啊，这把我们这么安排一下子。其实出三项厉害点，出三项好。我们木印
我们木燕加收集者加大影魔刀加九头蛇 Q 一下，我可溜了啊！好 Q 啊！我发现这个积木啊 Q 的特别准，他每一回都能 Q 到我真猴。刚才点盐不应该套的，有点浪费了。哎，你说你个五级的死哥，四级的死哥过来干啥来了？今天你能抠到我一下，兄弟，就算你赢了，行不行？你看你一下你都抠不着我，你还抠呢？你还抠呢？抠个屁吧你抠！四级的死哥过来找我来了，回家。我木印呢？积木挂机了，来的挺突然呢。嗯，相当突然了。哎，没挂机出来了。兄弟们，这把打完咱可能得撤一手了，今天丈母娘来。既来之则安之，得吃饭去了。来吧吉姆，哎，来吧吉姆，吉姆养个猪。500块钱，800块钱还行吧，才800。我早点去迎接，在这打什么游戏？那不为了你们吗？啥也不说了，兄弟。既然你非得说是要感谢感谢我，那咱来个1000的抽奖，咱来个五星福星挑战，给他过一手，行不行？啊，来个飞机儿，一个飞机儿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啊！这死哥行啊，这死哥打蓝给打死了，来 Q 我，对，我就想问问你想怎么死。这波失误了，哎呀，这波失误了，这波失误有点大呀，这波失误的太大了，那 WQR 没起来，谢谢五星啦啦啦扣了单。失误的有点严重。第二个扣没扣出来，你知道吧？没事，继续能杀的无所谓的，这是死两把就死两把了。这个智盲确实是挺膈应人的，他要站在塔旁边还真就没啥办法。这波他有没有点盐不知道。
等个15秒大招吧，别太着急了。好杀呀，这位置太靠后了，靠后的有点严重，这个位置不太好杀，死了，又换，换就换了吧。换就换了吧，下波不能跟他换了啊，这是跟我跟他换的最后一波了。他往这儿一站，我一 Q 他，我 Q 没有伤害，他就在这儿站着，他也不搁这儿站着，他要搁这儿站着还行。那个比主 Q 的用彗星有点讨厌。我带针眼儿，我不用带针眼儿，我这不是有扫描吗？这是我跟他换的最后一波啊，并且我发现这把这下路不太对劲，不太对劲。感谢来金大鲍鱼，还有6分钟开奖啊，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跟他换了啊，这是我跟他换的最后一波了。太脆了，这木印明显不太行，先让小兵往前走，看看有没有雷啊。把塔皮都吃了，这右边还有一个。这一波怎么办？我跟你们说啊，先假装拆塔，吃他一层塔皮，让他以为我没有蓝没有血，这波不杀他，然后我们进到这个草丛这个位置，假装走了，草丛站在这里，不要站在第一个草丛，他有可能会放眼放蘑菇什么的，我们在这站着等他出来，他这边有闪现，必须走到这个位置我们才能杀他，等他，等他出来，不用回家，这波就在这等他，要不然浪费了一波杀他的机会。往前走来，直接闪现 EQR，AQR 转起来 ，EQ 操，哎呀，伤害太低。我 W 吧，稍微 W 的慢了一点，有一个 Q 没打出来。因为我如果不早点，那慢点 W， 我第二个 Q 他刷不出来，那 Q 没躲掉，我躲下 Q 好了，我其实应该躲下 Q 的。刚才这个位置我还不能不闪现，我要是不闪现，我出来那一瞬间他就跑了，你知道吧，他就有可能抠我一下，他就有可能跑了，他没有往左边靠。来去波总路，死哥过来打一个鸡，这下路挺猛啊，我这一看先把这大树杀了，你们在干什么，你们啊，你们在干嘛，
在跟我玩呢，是不是？跟我往上走来。不行，不好杀呀，没有大呀。那寡妇怎么不来上呢？先买个这个吧，我把影魔刀做了。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，十秒钟有大。我是真是给你点脸了，兄弟。我是真有点给你面子了，我这一盘子。这咋这么多雷呢？我再扫一下子。雷有点多，地雷阵。先回家出影魔刀。呀、yeah? ！我把他死哥杀了。你不用来回走，真是没啥用。嗯，好看。再来问问土地老二，我是鸟。哎，这血球还能创上呢？还有三十秒开奖啊，兄弟们，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现在是四分之一的中奖概率啊，抓紧时间，我们这轮把超级粉丝团任务，不是超级粉丝团啊，不幸挑战任务过了就行。来，死哥。谢谢戒烟中切克烙温柔雅什么非洲前期这个用户925，感谢感谢啊，谢谢谢谢。这个木印我说实话玩起来吧确实是挺厉害的，挺有意思的，就是这个有点脆，就是稍微有点脆。我想出一个带物理吸血的装备，这物理吸血跟生命偷取有什么区别吗？这里有眼儿吗？这里没有眼儿啊！看看这火蓝能不能杀得了、啊？哎，这大树真是烦死个人了！我天哪！还行，他帮我把他杀了。平 A 和技能的区别？不是啊，全能吸血是技能吸血，物理吸血是物理吸血。那生命偷取是什么玩意儿呢？啊，生命偷取就是百分比。算了，我就跟那上把那猴出的一样得了。其实九头蛇感就行。
出个九头蛇吧。出个九头蛇飞切，哎，这波野区可以打。来来来来来，我要后了要后了，不好意思兄弟，我这是木印，还有这大树也走不了。我把大树杀了，好，来这边来。这两个人搁这不知道蹲什么玩意儿呢，蹲来。哎呀，先把他杀了，好，木印出发 W 一颗，哇，这一个扣，快走快走快走，寡妇来了。哎呦我这小花猫一个扣，你知道我扣了我多少血？544一个扣。这一个扣，这样吧，来了，这跑得太慢了，这猴来个幽梦吧，跑得太慢了，你一个刺客，你说你跑这么慢，你杀谁去？你谁你也追不上。哎，这死哥可以杀啊！等，我看一个一抠能死，不行，一个一抠都死不了。来打大龙可以。可以打，这条龙可以打啊。不行，一会儿我把装备换了也行。木印不要了，可以不要。这位置应该有雷。哎，这火蓝可以杀啊。这火蓝是出什么了？咋这么肉呢？要杀咱就得从后边来杀小黄毛啊！先杀他死哥吧！影魔刀触发，顶叮！我踩着雷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拆塔来。这大树怎么的呀？这大树，这大树有点不服我，一看呢，这是，哎呀，没回血。也没回上来，这凯旋来一个九头蛇，九头蛇出完，我们出一个啥呢？出个幽梦吧，跑得快。我整个幽梦。被辅助单杀，那大树装备不错，那大树两件套，你看看咱们家其他人，这都这 ADC 才两件，这打野两件，中单两件，辅助两件，我妹才四件，而且又脆，太脆了，实在是脆，实在是脆呀。这装备打个50-0，我感觉还行。也正常，这种装备打团的就是送死，进去就死。你只要一个失误啊，只要你走位失误了一下，被减速了，你就一下就死，就一下，一下人就没。哎呦，追我大树，
这小黄毛，这为什么是卡了还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闪现杀小黄毛没认出来呀？我摁闪了。这套装备不行啊，那肯定不行啊，那还是分离者吧。你分离者科学战斧三项任选其一，那一会儿我就把这装备给换了。等我神装呢，我就把他们给换了。嗯，你把这死哥杀了呀。这个十字镐能还能出啥？死亡之舞没用。没用，没用，没用。该上一波高地了。我把他大树杀了。哎呦，小黄毛有点厉害，别往上上了啊，别往上上了。这怎么回事呢？好痛！咱先把这火蓝杀了，我们先走一走啊，有点疼。Nice！ 怎么办？没事，我应该死不了吧？他虚区没那么高。哎呦呦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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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吸点血啊，别着急。不行啊，这九头蛇吸血。没有物理吸血厉害呀，感觉。幽梦来不来一个？我先来个幽梦。完了，我把九头蛇换一下，我给它换成那孤儿刀，我看看这个伤害回血怎么样，看这回血能不能行，这回血回的不行，回血太低了。打大龙了，下条大龙吧。为什么杀了24个人，连基地都推不掉呢？不应该呀！你去打龙，我来收个红。你们是真不怕被抢啊？这里是不是有雷啊？这里有眼儿，这里不是有雷。这死哥，哎，抢了抢了抢了啊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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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吓死我了，我先把这积木杀了。赶紧给我触发那个什么，那个收集者啊！没事，这死哥虚区老低了，不用害怕。我们这魔抗有点高，他打不动。来推个钟，不要着急啊！小黄毛容易一个 Q 把我们给 Q 死，千万别让他 Q 着。一
是真的烧，我发现给我收集者触发，还烧气。别着急拆，我换个装备。我换个装备，兄弟们。我换一套，我换一套，我不用这套了。给机会，给机会，可以给，没关系，可以给机会。钱不够，我真尴尬了。2200。差了500块钱。应该是够呛了。差了300块钱。差了200块钱。基地50块钱，那基地不行的，基地 A 了没了。给点钱。好，钱够了，回家了。来个小黑切。我已经换了两套装备了啊！你们一套装备还没出完，出的怎么这么慢？这不买个药，没有药钱，拉倒吧，给我重锤！还烧气，这波连招又没连好，快走啊，先走一走，别急，有点疼。吸血呀，这咋都是雷呢？哎呀，一地的雷，打个屁呀，全是雷。哎呀，快点拆基地，拆基地，完了，给自盲了，给自盲了，哎呀。哎呀，全是雷呀、这基地范围一片啊，一片雷，一圈儿。行，下波我们给他拆了啊，这回可以买个药了。我刚连招连错了，连招连对的话，那小黄不是那个火蓝早就死了，其实他死的有点慢。我给他这个换春哥也行。确实有点浪费时间了。我主要就想看看到底哪个厉害。不应该浪费时间的啊，主要是啥，主要是我这把打完我就走了。我没有办法跟
跟大家说说拜拜，说再见，你知道吗？我很不舍，我依依不舍。先刷小黄毛吧。先扫一扫这雷啊！没有人跟我上啊，这在 EAW 吸引一波，我们赶紧跑。这波队友要拆塔，小黄毛不杀好像不行啊。你把这大树杀了呀，这大树没有血了，打个大龙吧，要不好像有点冲不进去了，直接冲好像费点劲呢。打个大龙吧兄弟。翻盘是不会的，除非我掉线了，不要慌。刚才他们只是在苟延残喘，等我们这个大龙拿下就给对面干没啊。没事，打个大龙，没事。他没来，把龙拿了。不过这猴确实有点弱，越往后打越垃圾，真是的，后期太弱了，虚区太低了，这伤害都不够看的，这都。我估计我跟这 EG 单挑啊，我要没有 W 我都打不过他。别着急啊，别着急，哎，赵迅别着急，我们三路分推，有大龙 buff 让对面没办法守。努努冲上去了，没关系，那大树一个人吧，哎，可以先扫一下啊，看看都哪有雷，这雷太多了，这雷属实是有点多啊，给我一顿在这放雷。小黄毛有点装逼了啊，小黄毛雷属实是有点多啊，先哎呦，这小黄毛这个骚啊，把这雷都给我踩喽，一圈雷，大家记住玩猴。